这里是第21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的决赛现场。本届汉语桥啊，迎来了全新的赛制。那我们的选手呢，将不再各自为营，而是在两位队长的带领下，向最后的奖项发起冲击。什么是嘴？我觉得是唇齿之间的齿啊。啊，我妈妈对那个针灸有一定的了解，她会帮我针灸，我觉得可以有帮助。很高兴作为第6个大洲的代表参与到汉语桥的节目。中国科学家呢，会把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化带到这片遥远的土地。我们在一起真甜。拉开一点距离。他们现在有一点点的紧张。我们已经胜券在握了。被小龙逼的是无路可走。